周深新综艺花絮，周猫猫玩躲猫猫了，哈哈哈哈，身手好灵活。7月3日，全新的音综音乐原计划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录制工作，同时首度以监控视角直播后台实时画面，首批录制歌手周深、薛之谦、张靓颖等也通过直播画面与观众见面。萤火虫是人间的星星，又不想听松桃花烛影，八朝与海棠红柳窗明，浮华整理偶完毕。来呀来呀来呀来，来听星颤的笛声，嘘，静静的听。树上金缕星星穿着点点铃铃铃，摘尽琵琶一树惊呀，萤火虫是人间的星星，又不想听松桃花烛影，八朝与海棠红柳窗明，浮华整理偶完毕。来呀来呀来呀来，来听星颤的笛声，嘘，静静的听。树上金缕星星穿着点点铃铃铃，穿着少女又珍惜光阴，拂去骑马乱啊，摘雨解放晴，弹起林子色片片雨滴。挥动你们的荧光棒好吗？大家的手举起来。周深的魔力就在于哪怕是无声都能让人笑到不行，首先就是蹑手蹑脚、毛毛碎碎、极具偷感的周深，简直太可爱了。明明对面就有椅子，周深一定要蹲在墙角床帘边，发现监控镜头后还起身打招呼，真的太像小猫了。然后竟然蹑手蹑脚地跑起路来，怎么看都是毛毛碎碎的。然后在室内的时候，不知道周深说了什么，逗得刘端端起身追着周深打，两个人就绕着薛之谦跑，像不像三个人的二人转？真的好想知道他们在玩什么。周深完整 cut 部分大概20分钟，没看的米子可以去看一下 cut 部分。周深作为重量级嘉宾加盟全新音乐综艺节目《音乐原计划》。这档节目以音乐为美、原定今生为主题，旨在通过一系列创意十足的音乐挑战和互动环节，挖掘音乐背后的故事，展现音乐人与听众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。周深的加入无疑为节目增添了更多的看点和期待值，他将以怎样的方式诠释音乐，又将与哪些音乐伙伴擦出怎样的火花，这一切都让人充满了无限遐想。这次在南京录制没有带观众，听说下一次录制在澳门有带观众，这样就可以看到粉丝发回的现场情况了。3日，周深工作室意外掉落一则周深纽约揭牌花絮，时长8分多钟。看了视频，感觉周深快要在纽约街头抠出31厅了，哈哈！在人来人往的街头，周深要随着音乐舞动，学痴心方法摆各种 pose 拍照，还要给粉丝签名拍照，嘴里一直叫着尴尬症，频繁的再犯，太尴尬了，苦不堪言中。
不过拍摄时尚杂志的周深，松弛感氛围感满满，肢体在人来人往的纽约街头也很舒展自在。这是今年 Cosmo 杂志封面人物周深的拍摄花絮，周深太帅了，镜头感和时尚感超棒，可爱又治愈的笑容让人欲罢不能，内娱独一份的少儿感，也难怪评论区都是尖叫声。就想问毛毛翠翠和帅气时尚的周深，你喜欢哪个？好帅啊，可以大声夸的吗？求你了。熊要卸吗？熊有点太可爱了吧，要不把熊头露出来。前面还有贴纸呢，还不是熊头卸。好你要不然把不像木兰，我站了。是用